赛开始，雷阳跟朱公主的决胜赛场，两个两台机器暂时纠缠在了一起。蓝方先抢回了第一个黄色底座，红方机器开始尝试打环，但还好队友回到得分区。比赛结束，四轮阶段，蓝方再次获得胜利。手动比赛开始，两方两台机器依然纠缠在了一起。蓝方，红方率先选择放弃，蓝方再次手握四底座。红方漂亮的完成了一次底座的交换。蓝方机器开始快速的完成填装。一个操作失误，掉出去了一个底座，现在场面上只有六个底座。好，再一次的将底座收拢，现在三台机器开始围攻这台机器，高举着底座的这台机器。成为2022年 VEX 世界精神锦标赛亚太。